我现在荣安，但是这次呢，我是带着调剂来的。上午有一个我们荣安金桔的文化旅游节，然后云姐呢会做直播，直播完之后呢，下午就是钓鱼去啦。今天也是全县人民严阵以待，消防的也来了，然后这边全部都是要来参会的嘉宾。今天是荣安县的大事儿，看，这就是我们荣安的华坪金桔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在这里选出我们荣安金桔王。今天是金桔的擂台赛，看，又大又漂亮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甜哦。华皮金桔的应该是也是据我们的记载，我们荣安的金桔既能帮我们荣安的人民脱贫致富，又能给大家带来美味的水果。希望所有的朋友的生活都能如我们荣安华坪金桔一样甜甜蜜蜜。